你故意的，是故意的才要跳球，好坏球是吧？这样子，是你要走啦？为什么今天这么早就要走了？还有事情，还有一场比赛，没有没有，我们继续讲，没有，我们继续讲。OK，他要先离开，我们是几点钟结束啊？没有，我们没有时间。你想什么时候都可以。没有，我就说我可以送 Carol 的，我没有开车，我今天朋友借了车啊。哎，那你有进来吗？哦，你停在外面，我停在外面，对，OK，玉亮想顺便一起走。助人为乐，哎呀，哎呀，好同学，你再告诉我们明天三老皮怎么样？好啊，对呀，应该全部都是爱。你是今他是今天啊？明天九点十五。好像是排队已经开了。明天是八点开了。走，咋的吧？这个最有劲，哎，是啊，啊，可以，接来，接来，我就说他们最有劲，休息的时候还要继续练，争锋对对。他们练球就是休息啊，练球是休息。好，来。哎呀，就是那个，知道，好好准备啊。这个太小了，他最近也开始想了。很好，那个太短了。在学校里，别人也要这样摸你。女生，对，就一个女生，就一个女生摸。还有男生，还有老师也会摸的。这女生肯定是。有点暧昧。他说是人家的 girlfriend， 那不 matter 呀。你说这个世，在这个世界上是谁的 girlfriend， 这个不代表。还没确定。对，这个不像你 buy 啊什么 item 什么 store 啊，配了 money， 没这回事。你不要拿怪书记。girlfriend 只是一个 title， 如果 girlfriend 就 forever 的话，就没有什么。加斯汀，你要去那个三里大学读一下。三里大学，学习一下这个人情世故。对。什么？是
三里大学。你教学的东西是哲学，哲学不行，围城是国际啊，国内大学不是个国际生。有一个要到二月，有一个人来。说你们 台湾的同学以前当年啊，说如果自己姓熊啊，基本上都这样介绍，说我姓熊，熊天平的熊。后来发现熊，对吧？后来不行了，熊天平没有名气了，没人听到，只好说无尾熊的熊。然后大陆同学听不懂，说什么叫无尾熊？无尾熊，北极熊。无尾熊就是考拉呀，你叫考拉，我们叫考拉呀，考拉，对呀、啊，你们叫无尾熊，你看你也不知道的，翻英文就考拉就考拉，我们是叫考拉呀，对吧？我们叫考拉，你们叫无尾熊，叫无尾熊这种东西，对吧？对呀，因为我看到他有啊，虽然叫无尾熊，你看没没找到，注意看过他有没有考拉？对呀，现在又学到新的一个词，也不知道你叫考拉。考试的考吗？考呀！